跑吧十一第六期节目中，兄弟团成员来到了贵州都匀影视城，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古代宫殿群影视城中，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推理之旅。在寻找荆轲和统领的过程当中，需要完成种种游戏挑战来获取线索，其中有一个游戏就是兄弟团比拼不用手只用嘴在面粉里面叼出饼干的数量，笑点很多。认真玩游戏的周深成为最后的赢家，周深的腰部控制力真的太赞了，妥妥的一个饼干收割。散铺询问线索，询问结果之后，深深和 NPC 闲聊，问伞怎么卖的，没想成 APC 直接送给了他一把，并表示看他长得帅，所以送他一把，这个互动有点子可爱哈。谢谢你，这伞怎么卖呀、啊？这伞，没有送伞不就是伞？看你长得很帅。哦，谢谢您，下次再来。怎么把伞？帅是没有用的，先起个放。周深近期的主要资讯汇总：三档综艺，一首新歌，一个舞台，两场直播。今晚7:30，你好星期六快乐继续。有快乐调皮的周深，还有好听的周深。今晚公主保卫战即将打响，他们是否能够找到隐藏在其中的青蛙卧底呢？层层考验，直到最终时刻，还有惊喜 live 新歌舞台首秀等你来看，与周深不见不散。王子当中呢，潜伏着两名青蛙，还有卧底呢，今天演得好逼真啊！你为什么是这个表情啊？这个你刚刚应该也看到了，我回忆一下，感觉是不是那两只青蛙在做什么事儿？杨超越一共分几步？第一步打气，可以了。哇！第二步热身，1、2、3、4、5、6、7。第三步克服困难，一切准备就绪。深深被点燃了，不肯放下，我吧。5月28号，抓住五月的尾巴，一首新歌要来了。你想知道的都在未说完的故事当中。28号0:00，音源上线。5月29号，下周一，奔跑吧更新。5月29号8点，周深空降 IP 杀英夫杀天猫直播间，我们可以了解到周深的肌肤选择，与肌肤进行一场亲密的对话。5月31号晚8点，京东20年晚8点歌会，这场晚会邀请多位知名歌手，值得期待。直播平台是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约起来了。6月1号种地吧节目有周深，助力团周深与张绍刚老师去少年之家做客，惊喜送温暖不停，一起期待。奔跑吧下周主打一个运动会，是史上最多嘉宾的一期，坚持奔跑不停歇，快乐运动出奇迹。下周五晚8:20，浙江卫视奔跑吧。6月2号，心愿关周深预约活动 ，get 专属星光入场凭证，来 IQOO 直播间领取专属心愿礼，真是好忙好快乐。哎，张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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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真的，哎呦，深哥，深哥，如果有你的加入，真的是如虎添翼。没错，我是愿意做的。哎呦，别，好，那就这么定了啊，深哥好。我们想买点速冻饺子。可以啊，买啊！看我们俩关系那么好的送奖，不要买。听懂了，随便拿。老师那边也有好多不一样的。行。哎，我们奶香少那个扬升了，咋弄啊？啊，扬升了。你先把小何叫起来，让他戴上那个红色的手套。喂，有叫声，有叫声。继续拍，继续拍。大家好，我
光临天猫全明星心愿成真事务所，我是爱酷酷玩大师周深。这一次你的心愿由我实现。6月2日晚8点，天猫爱酷直播间，想要爱酷Neo 8系列新品手机、超级红包，还有超值神券，我来为你实现心愿。还有我的亲笔签名的周边、直播间红包雨等海量新福利等你来拿。现在起上手机淘宝搜索心愿官周深，来爱酷手机官方直播间看看我为大家带来的特别惊喜吧。万千心愿达成，尽在天猫6/1。另外恭喜周深参与多部作品入选白玉兰奖提名，在众多获奖白玉兰提名的作品当中，多部作品均有周深的歌声和身影。周深的音域广阔，唱功扎实，而且风格多变，他的晚会节目也是很多惊艳出圈的瞬间。而且周深头脑灵活，善于活跃气氛，细心温暖，因而是影视歌曲和综艺选择的热门人选。每档影视及综艺节目的成功是台前幕后所有人的共同努力的结果，入围即是肯定，期待周深参加的作品取得佳绩。繁荣那么多，只想留下我们的感动，这一个世界从来就好，天空多晴朗，像婴儿在笑，生生生伴为这天地报效，每个角落都听得到，明天的世界更美好，一束光华侨清香月拥抱。